各位酒友大家好，我是King哥，好久没有品酒了啊。今天我们开一个酒，很有意思的酒哈，大元帅府府酒，750毫升的这个瓶子，陶瓷型的，来，对，很漂亮哈。正好现在是虎年来了哈，今年我们开的第一支虎酒，老虎酒，大元帅府府酒，它的象征着潜力、富贵、吉祥，非常特色，非常这个前世的工艺啊，这个轮廓非常分明啊，这个眼睛炯炯有神啊，看到这漏酒了，很香啊，嗯，好香啊，这瓶酒是到这儿这个脚下面有点筋了，漏酒了，非常香，那么把它开掉，把它品鉴一下，哎呀，说这个酒啊是用的是酒的。品质比真三十还好，酒体还可以啊，真还可以，看起来行，嗯，放香还非常不错，嗯，还行，这个风格入口这个饱满度非常舒适的啊，非常舒适的，然后一下去之后满口喷香的感觉，还可以，这个酒的酒体好，虽说跟咱们茅台的风格它不同，但是它有自己的风格，它自己的风格就是入口这个饱满度非常舒适，层次感也还行，还真可以，我觉得这个酒哈改变了我对真酒的看法，因为以前我觉得真十五这些酒我觉得都一般，那这款酒明显啊比真十五好很多了，可能这个酒体真三十我没有品过，但这个酒体真不错，放香也可以，好酒加上这个瓶子里面确实舒服啊，可以，有朋友们可以尝一尝啊，这个酒不错，关注哥了解白酒。